最终这个测试结果是阴性。我今天已经是阳了第九天，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去公司上班，就一直在家办公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去公司之前，我一定要测一下到底有没有转阴。所以呢，我手上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抗原，然后呢，我今天去进行一些测试，看一下阳了以后九天到十天内会不会转阴。如果转阴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到公司了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上班就没有问题了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开始测试一下这个抗原。好，先用这个探一探，然后呢把它套在里面去。你要打个15秒钟啊，你再滴一下三滴看看结果。现在是看到一条杠啊，这个是阴性，但是我们要等15分钟之后它是阴还是阳。目前呢，我的症状呢就是还是有点咳嗽，喉咙有点不舒服，其他就正常了。最终这个测试结果是阴性，只要一条杠，对，所以我们已经转阴了。经历了七八天的时间，我们终于转阴了。所以呢，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能转阴，因为我只是这么过了七八天才测，没有在五六天之前测，没有测过，所以因为这个抗原只有一个了。这个症状就是我现在基本上都恢复了，就是还是有咳嗽，除了咳嗽其他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时间点再测的话一般都是阴性的了。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测试，就是阳了之后多久会转阴。 OK， 我们就这样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帮到你们，拜拜。